清末乙未年间，在关东大地上，一群中国豪客之士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历史剧。什么物证？这个物证，于也、恒也、白姑娘，你们都知道吧？这件事，车骑小姐刚才为什么不说？是不是因为日本武馆知道这件事的方式不大光彩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既然认了这个账，是用什么物证就不用我说了吧。哼，什么物证？我并没有说是什么物证，是车骑小姐说的。如梦，究竟是什么物证？如梦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到这里来搅浑水。恒哥，
我要是不说，你总也脱不了这个嫌疑。如梦，不要为我着想。反正有不少人在算计我，这嫌疑脱不脱，我也不在乎。这些年来，坎坎坷坷，难道还少吗？恒哥，话是这么说，可他们为什么总是陷害你？难道就因为你正直善良吗？如果你让我也闭上嘴，我的心这辈子也不会安静的。如梦，恒哥，你不要拦我。车骑小姐，你说的就是那块护身符吧？护身符？哥哥，你是知道这块护身符的，是妈妈留给我的。这块护身符是我不小心掉在墓地里了，跟恒爷根本就没关系呀。这块护身符既然是你掉在墓地的，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过墓地的？据我所知，在季永军被杀之前和之后，你并没有到过墓地。再说护身符又为什么偏偏掉在杀人的地方？它会生翅膀吗？这块护身符也许是前些日子我路过墓地的时候丢的。那块墓地常常闹鬼，没有特殊的事，本地人是不到那儿去的。白姑娘到那儿去干什么呢？退一步讲，白姑娘承认这块护身符是前几天丢的了。是的，但丢在哪里我不知道。如果不是白姑娘自己丢在墓地的，那么就是说有别人把这块护身符丢在墓地了，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。所以这块护身符是查清杀人凶手的关键。如梦，你不会把这块护身符送给别人吧？不，我不会那样办的。不，你会这样办的。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恒爷。哥哥，你不能这么乱说呀。可是你怎么能为了护恒爷而往自己脸上抹黑？白大人，你也不要着急，这戏正演在兴头上，有热闹看。看来只要找到拿这块护身符的人，就找到了凶手。李郎君，是我不小心把护身符掉在墓地了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李郎君，是我杀了那个日本人。我没有把护身符给任何人，是我丢的这块护身符。如果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为什么恒爷、于爷要在墓地争夺这块护身符呢？他们明知道这块护身符是杀人凶手的证据。那么于爷知道其中的秘密了，那就请于爷说说吧。真符是我掉的，日本人是我杀的。于爷，你没听见吗？琳琅，你琳琅，你怎么了？如梦，琳琅，你说话呀。你为什么不问问那块护身符在哪儿？是啊，那块护身符在哪儿？你看，在这儿。你们也不用费心了，事情很明白，护身符是我掉在墓地的。
因为吉永美智雄。琳琅，是我杀的。明天在镇守府对峙，要是人家再把凶手的罪名扣到你头上怎么办？你既然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你就不要管了，听见了吗？我自有办法。林良君，你是要说了，这件事你并不知情。护身符是我从你那里偷拿来的，杀人时掉在墓地了。这是真的吗？你怎么会从白姑娘那里偷到护身符呢？这很好解释，车骑小姐，因为我爱白姑娘，我希望得到这块护身符，可是白姑娘爱的不是我，她不会把这块护身符送给我，所以我就偷偷的拿来了。白姑娘并不知道。琳琅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我当然知道，如梦，虽然你不会嫁给我，但我想过，有一天你嫁给了我，我带着你远走高飞，我会让你生活得很安逸。除了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正眼去看的。可是你爱着恒爷，我不能让这块护身符落在恒爷手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同恒爷去争夺这块护身符。可是你有什么证据证实这块护身符不在恒爷手里？我为什么要维护恒爷呢？他根本没有得到这块护身符，他明知这块护身符在我手里。刚才他之所以没有提起这块护身符，是为了不连累白姑娘，不是为了我。你承认你是凶手，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当然知道，无非是同日本武馆对阵，大不了豁出这条命去。琳琅，赵姑娘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需要，我云琳琅用这条命去回报。这次你要求我说良心话，不要加害恒爷，那么我遵守诺言，
这样做了，赵姑娘，你满意了吧？玉琳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人怎么会是你杀的？白大人，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你别忘了，吉庸美智雄死的时候，咱们一直在一起。你怎么会去分身杀人呢？我是先杀了他，然后到镇守府去找你的。不对，吉庸美智雄就是在咱们到达墓地的时候被杀的，他绝不可能是你杀的。我说是我杀的，就是我杀的，和别人没有关系。于琳郎，我现在才知道你了，你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，也许是为了一个诺言，也许是要报一次恩，也许是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舍掉这条命就像脱掉一件衣服那么容易。可是你这又何必呢？你是为了我妹妹或者赵姑娘，我妹妹和赵姑娘又是为了别人，你觉得值得吗？琳郎，恒爷不是杀人凶手，你同样也不是。如果你承认是杀人凶手，那么我也是，因为护身符在我这儿啊。不，如梦，余夜，我没救过你，如果事情再重新来一遍，我也绝不会救的。恒爷没有杀吉勇，你现在承认杀吉勇，我也绝不会领你这个情的。现在到底谁是凶手？我怎么糊涂了？琳郎，还是把事情搞清楚吧。你是为一个人隐瞒，这个人是谁？对，这个人他是谁？我说出去的话就不能再咽回去。那么你为什么要杀吉永军？在这儿杀日本人还用问原因吗？琳郎，这句话说得对，不管杀没杀日本人，这句话总要让他们知道的。这样吧，这件事现在很乱，日本武馆嘛，仇家又很多，我看是不是府里再查一查？我看这样最好。不行，这件事不能这么完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既然有人来承认是杀人凶手，那么不留下命就别想走。车骑小姐，事情没有查清，这会乱套的。李大人，我们日本武馆不会吃哑巴亏的，有个杀人的机会也不错。如果你是对恒爷出手，我可以看热闹，但是如果你对于爷出手，那有什么家伙就朝我招呼吧。白大人，用不着你出手，我既然敢应承，就由我来对付吧。于爷，那就请吧。哎！
孩子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我要上镇守府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去打听抓凶手的事。如果为了这事你不用去了，你哥哥已经去了。孩子，走，跟我回去。妈妈，哥哥他进不到府内，打听不到详细情况。孩子，你站住。不对，你是为了于琳琅那小子去的，是不是？妈妈，琳琅为了我，他肯定会承认自己是凶手，我不能让他这样。妈妈，放开妈妈。孩子，你要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，你想到过你会要去送命的吗？我想过，可是我确实是杀人凶手，那个日本人是我杀的，妈妈你是知道的。妈妈不让你去，就是你杀的，孩子你也不能去啊。可是琳琅君他会送命的。妈妈，千件事万件事女儿都可以依你，唯独这件事女儿不能听你的。孩子，你听妈妈的话，你们女孩子像一朵没有沾过泥的花，一旦沾上了泥，这花就要谢了。玉玲琅他不是好人，孩子，妈妈跟他沾上了就毁了你一辈子呀。孩子你知道吗？妈妈的经历你不知道吗？难道你也要像妈妈一样活活的给埋在棺材里吗？孩子，妈妈，琳琅君他不是那种人，我不能让他为我去死。你爱他就爱得这么深吗？难道你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就把你的一切全都给葬送了吗？孩子，妈妈是过来人，拦不住你，可你要去就让我先死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是出家人，让一个无辜的人为你去死，你心安吗？妈妈，如果是这样你还出家干什么吗？妈妈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去晚了琳琅要是出事了，你也活不了了。孩子，你以为于琳琅真的会为你去死吗？当然会，他说过的。在这世上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孩子，妈妈他的心我知道，就因为这个女儿才不顾生死。好吧，你去吧。孩子，你还不知道男女之情的厉害，只是将来你不要后悔。孩子，妈妈，女儿也由不得自己了，请原谅。谁说也不心疼，谁说也不心疼，只要我今生认定了他，走遍天涯心疼。风光也不管他，宇宙也不管他，心中真情不凋零，生死离别的相牵挂。
王府带刀侍卫的功夫不是白给的吧？见识见识，琳琅，你别管。用刀吧，你们日本人习惯用刀，可我喜欢对等。你不用刀，我也不用刀。是你们日本武士的行径吗？太乙军，看来你取胜也得靠这阴毒女人助你一臂之力吗？算人，多傻子欠你一刀。
现在我还你。太君，龙妈，杜尚子，我跟你拼了！龙妈，用不着，用不着你来管。现在是我们俩对阵，不用别人管。林郎，你的伤，白大人，我没事。恒爷想必也有话说吧？日本人这么干，是我早就料到的。让你正大光明的去干，倒有些难为你了。愚兄，你既然吃了亏，就让我替你接这一阵吧。好，恒爷，吃亏？咱们吃刀口饭的，破点皮，流点血，还用皱眉头吗？背后中的刀，要不在正面找回来，我榆林郎就白叫条汉子。吉永军被杀，就是这把刀。谁承认是杀人凶手，这把刀就要吃谁的血。那就来吧。我榆林郎干事是从不后悔的。榆林郎，这回你还想活着出去吗？如果你们要来就来吧。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，你身上有伤。别看我身上有伤，对付你们两个我还不在乎。谁说也不心疼，谁说也不心疼，只要我今生认定了他，走遍天涯去寻他。风光也不管他，雨中也不管他，生死离别的相牵挂，谁来也不管他，谁等也不管他，流水却无回头回，生死相依跟着他，跟着他，跟着他，虽然武功高，但我总有制住你的办法。白姑娘如果这个时候出事，你总不会不顾及吧？白姑娘，对不起了。哎，哎，哎，林郎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让我进！你们不要杀，是死是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。让我进去！啊，林郎，林郎，春香！啊，哎呀！林郎，林郎，春香，春香，你没事吧？林郎君，春香。你受伤了，不要紧。你承认凶手是你了？当然是我了。既然是我干的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？不，你们不要杀他，要杀就杀我好了。春香，因为姬永美之雄是我杀的。春香，什么？哎，春香，春香，你
不要拦我，是那个日本人把我劫到墓地，他企图侮辱我，反抗的时候我就失手杀了他。我把琳琅的护身符掉到墓地，连累了琳琅，琳琅为了救我才承担了杀人的罪名。春霞，你琳琅，琳琅，春香，春香，爸爸，你拦不住我，人是我杀的，让我去抵命吧。春香，琳琅，春香，琳琅，春香，你不要说了，琳琅君。你次次都舍命救我，你能有几条命？春香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有一次就够了。春香，你不该来呀！你不知道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来吗？我知道，琳琅君。你看你为我流了那么多的血，你不想让我来，可是在你心里知道我一定会来的，不然你不会不告诉我的，是吧？嗯，对。其实是你承认还是我承认都是一样的，琳琅君，是吗？是。那么这件事我就不能做仲裁了，车骑小姐，多沙子小姐，你们看怎么办吧。镇长大人，我们日本武馆只是要把事情查清楚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记下这笔账吧。我们告辞了。白大人，这件事算不算结局呢？这结果是我没想到的，不过咱们日子长着呢，这笔账不会记多久的。怎么样了？啊，有危险吗？没危险，所以我回来报信。哦，没危险了。哎，凶手到底是谁？搞清楚了吗？春香小姐承认是凶手。啊，什么？春香小姐？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搞不清楚，草竹，我还有事，我走了。哎，
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一趟镇守府。啊，还要去镇守府？你劝什么呀？算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哎，林哥，嗯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不会，我会注意的。只要我今生认定。